这个游戏叫《夜间崇拜》，那个作者，你们应该看这个脸就知道是谁吧？就是以前那个牛奶的那个作者。我感觉他好像很久没出游戏了，是不是换个风格了之类的啊？我有跟你们讲过为什么我后面都不玩他的游戏吗？因为感觉就是有点不是让人很接受后面的故事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讲。算病娇吗？还是很虐，还是怎么样的？想不出来了。游戏画面往右走，OK，跑了，有鬼欸，对啊，背景画面往右走，这有鬼欸，干嘛？有鬼火欸。如果有异变就往左，没有就往右，它就是8号出口的样子的 2D。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异变啊？鬼好像不见了，这走错会死吗？哇，好像很简单呐、啊！我看到鬼了，在后面了，这算异变吗？这个总该算异变了吧？有眼睛欸，这样子吗？快逃啊！要怎么过关？欸，我上面的蜡烛点满一个了欸，代表说要过9次。有的时候幽灵有的时候幽灵没有，这不算异变哦。飙车！我的妈，哪里啊？什么东西三二一啊？快逃啊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靠！直接秃了，被嘎了！十倍值就是加速而已啊。可爱版8号出口，我身上怎么都是血啊？啊，回头！我自己主角也会出现事情欸。全身大喷血，找一个白色鬼火哦。其实我没什么仔细在看呢、啊，提醒我一下。哎，眼睛，刚刚那个全画面的事件出现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站着等死吗？快回宝，回宝啊！我靠！这个8号出口比类8号出口游戏比较恐怖。有些刺激场面出现，主要是全画面那个，这个是要待在中间不动哦，太多奇怪的不理解的事件了吧，拼命的被吃欸。狐狸不见了，这也算吧。我看到狐狸不见了，快逃啊！他要记的东西很少了，然后刺激画面很庞大了。我们要的刺激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不要那种很细节的找茬，拜托不要，要玩到脑子萎缩了。
这个白色这个鬼消失也算是一个异常吗？应该也是。嗯？我怎么失败了？画面有脸？啊？是我刚好眨眼睛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很淡的一层啊，这么困难的啊？哎，刚刚那个又失败了，鬼回头了。哇靠！你们怎么都看得那么仔细啊？长脑子了是不是？谁回头啊？哦，他这个会动，算是一个异常就对了，要不然平常他是不会动的。哦，对，平常是不会动的啦。那个白色的鬼不见了。我觉得这个主角能够做出那个跑步的动作会比较好玩，他现在走路很快，感觉很难看。快走！如果有全萤幕世界，你只有5秒钟还是3秒钟的反应吧？5颗星了哦。它总共好像20几种事件吧？靠腰，这个好恐怖。呼呼哈哈的，我听到脚步声欸，这边一直有个脚步声，这算是异常吗？嗯，这游戏有这么难的哦？确定要回头？完全不是，靠北。这有点难呢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有听到有多一步脚步声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算在里面。真的，因为我平常走到那边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擦一声的、啊。快逃啊！也不是说疑神疑鬼啦，当然你就是要注意这些屁东西啊，要不然你看又多了一声，对不对？走了，妈的！我觉得我们再失败下去，应该就可以看到一大堆异常，看完了这样子。好多脚步声哦！哎，等等，画面上是不是有一层薄薄的脸啊？在你们仔细看，在画面的右边这个位置，我要怎么完全看清楚这个形象啊？看不太懂哎。这个是什么鬼脸啊？这是嘴唇流血还是什么？好像不是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哦，最后有看到了啦，最后看到了，快逃啊！剩下最后一格了，
他可以回家了。没有异常吧？回家喽！耶，通关喽！应该是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异常吧？还是说他过关有那个选项，就像八号之一样？我觉得这个轻量型的八号出口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就是不像后面跟风的那几个哦，超粉，这个还比较有意思。感谢你的游玩，回那个选单看看啦、啊。如果没得选的话，就算了。哦，上面是那个没有经历过的异常、欸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可是他这样子不能直接选的话，还是会出现重复的呢。我觉得我有异变，我跑步的时候没有脚步声，快逃！啊，有了有了，欸，很多符咒，不理他，继续走。地下是什么东西啊？白白的。算脚印异常吗？哎、欸，有一个、欸。哦，这是新的新的，是什么？哇，要熟啦！什么鬼东西啊？眼睛要瞎了！再如果再跑一下没有我就算了啦，要不然这实在是太随机了。等等等，要跟要跟着，可以跑了，可以跑了，快跑啊！还剩下多少？一二三，剩五种，五种该不会都小事件了吧？什么狐狸头转错边啊？女主角的缎带不见了啊之类的，袜子忘记穿啊，你看这个也是一个狐狸面向别的地方，房子灯没亮。那我觉得我解到这边就好了啦，剩下应该都不是一些什么大场景了吧？我觉得这游戏是蛮有趣的啦，但是你如果要收集所有变异的话，就是有点麻烦。大部分应该都看过，这样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。那我先关掉啦。他这个其实做的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其中一个变异就是你变成男生之类的，或者是胸部突然垂到地上，吓死了，超级变异。